桃园县工商发展局会同公务局、警察局、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前往桃园一家电子游艺场执行断水断电工作。这家游艺场日前涉及赌博行为，经查获能对外继续营业。桃园县政府依法强力执行断水断电。像这种重大违规，涉及到赌社的这些重大违规，因为必须刑事优先，那警方在笔录送过来，然后送到桃园县政府，然后我们必须要等到他移送地检署，等到检方这边有做起诉的动作，确实是有相当的一个证据，我们拿到起诉书以后才有开始执行断水断电。那赌博的行为就是属于重大违规，那在警方移送起诉以后，那我们公安发展局这边就依照那个特定行业自治条例的规定去做命令停业2年6个月。那经过我们命令停业，在去年12月9号命令停业以后，但是他并没有履行，那我们再来稽查两次还是没有履行，经过我们处分两次的代金，第二次代金处分出去以后，我们同时进行断水断电，